你知道全网最幸福的女生是谁吗？恋与小妹，也就是我。曾因为和哥哥们的日常火遍全网，如今哥哥们都有了 CP， 现在宠她的人有14、奶豆、六饼、川、七七、小张、咕咚、甜筒、阿姨妈、大表姐、布丁，还有一直陪我单身的三岁，以及屏幕面前的你们哦。甜豆，别生气了，给你讲个故事。停一下哦，给你讲个故事啊。有一只小鸭子在路上走路，它看到前面有一队的小鸭子在排队走路，然后它就上前想要去跟他们对齐，可是它太笨了，怎么也对不齐。然后它就一边走一边嘀咕：“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。”听到没？没有，我不是笨笨鸭子。我回来了，这是李票。大家好。李票，是他。哎，到处都是恋爱的气息，怎么办？和女朋友居然脚踏两条船。不过我们最近总给他撒狗粮，我是告诉他不要伤害自尊的。不是，要么我们暗示他好不好？三岁，多吃点绿色青菜，对身体好。你的妹妹真懂事。不是的。是。哎，青菜。哎，你知道期待着一个情人，一个情人经历是什么的吗？知道绿光啊，我手机铃声就是这首歌。我觉得绿色挺适合你的，我送你们点绿色的帽子。不用，没，绿色的帽子还挺好看的。点什么呢？你啊。哦，行。我适合你，果然好看。我来找我女朋友。哎，兄弟，别冲动。干嘛呀？他是女票的男朋友。女票？他不是你女票吗？他是女票啊。对呀，我是女票，但不是他女票。这叫女票，但也是我的女票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他叫女票。他叫女票。哎哎，这里是狗一直盯着我，快救我！哎，我可不管你。哎，你来。你做观众狗几年了，他做狗才几年，你以为他资格了？你以为他资格了？还怕他？赶紧的，他都回家做饭呢。做饭呢、第一步，巧妙制造亲密接触。小张，快递。哦，来了。哇，太好看了吧！哎呀，你下次注意点了。第二步，主动出击，大胆告白。我喜欢你，做男朋友吧。请你不要再做这样没有意义的事情。什么狗屁宝典，都是骗人的。没长眼啊！不好意思，好像是你撞的我吧？我就撞你了，怎么了？你再敢碰他一下试试？喂，你干嘛多管我闲事啊？我有男朋友，为什么还要来和我表白啊？啊！礼物我收到了，谢谢你哦，傻子。谁规定只有男生才能叫铁蛋？你是我闺蜜，不信你听。礼物你喜欢就好，姐妹记得把三岁的微信推给我。原来是这样，寝室都给我砸你了。笨蛋，在这儿呢。别碰我，烦着呢。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从前呢，有一个小鸭子，他想和前面的鸭子排队，然后想和他对齐，可是他怎么都对不齐。然后他嘴巴里面就嘟囔着：“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，对不起呀，呀，对不起。”哎，老板，你再便宜一点嘛！最低300，真的不能再少了。差不多可以了吧？就300吧。你帮我砍价，剩下的钱啊，都是你的零钱。你多少钱买下来的？80。其实我真的不想谈。阿姐，你别的。弟弟也喝了，碗你也刷了，你要不在这家怎么没有存在感？叫妈妈。哎呀，我这不显得无聊吗？我。出去。啊？我今天就要整明白，什么只要女人该干的事情，走，出去玩，赶紧的。你要是无聊，就记得出来找我，别一个人偷摸打游戏。好，出去。
怎么了，西西？东西忘拿了，去拿吧。陪我去冬夏。哎呀，你说不就上个网吗？怎么这什么意思呢？还得我翻进来。不好意思，爬错了。爬错了。